那几天喝古方红糖，真情六十秒。洋洋，我现在听老师说完之后，我发现的确是我的问题，我的问题很多。然后我感觉我们之间没有别的，什么大事儿，什么都是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儿。然后那咱别闹了，咱回嘛，行吗？我真的挺怀念你，我们刚开始在一起的时候，那个时候真的是，我觉得，我当时真的觉得我这辈子的人就是你了。但是后来我发现一而再再而三的事情之后，我又开始否定我自己，我来来回回的纠结，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了。今天你跟我说让我跟你回家，我真的需要再考虑考虑。当世界只剩下一片，谢谢你们啊，秋薇。是不是还有？来，请关门。都没出来哈。有些爱情其实就是这样，事儿呢就摆在那儿了，只是，人在局中啊，有的时候不了解。你深入的问一下自己的感受，很多事情就可以做出一个正确的判断。